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我们继续在耳湾的 Outer 里面来看房。那我们今天不看样板房，我们今天来看实地考察的屋子，也就是 Move In 的现房。那我们今天所看的是耳湾 Lennar 的Lumiere 的二号户型的唯一的两栋现房。那么前两天呢还剩三栋，那周一的时候呢有一栋已经卖掉了，所以现在就剩这两栋。那这两栋呢，一栋是白柜子，一栋是深柜子，两边的地呢大小都差不多，都是6000多尺，然后并且都做了升级的地板呐、橱柜啊、厨房的马赛克，还有什么锁呀，大大小小细节都有做升级过，基本是类似的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看一下视频吧。